可可的大学，早上好！我们是这部新闻节目的主持人，我叫尚本慧，我叫 McCollum。我们给观众们介绍的事情都很有意思。你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我有一个带劲的戏，这是老朱。老朱是在北京的住处，他的饭店轰遍了北京。你好，老朱。你好。告诉我们，你要做什么菜？我要做很多中国饭，饺子、馄饨和鸡公西兰花和豆腐。哇，很好吃！我兴高采烈。我先多菜。啊，你做的很快。我有很多练习。第三，我们跳舞机。我要炸豆腐。终于，我拿饭在烤炉里。我的弟。老朱，你怎么知道这个饭色香味都有吗？我不可以尝我的饭，可是我跟贝多芬一样，我有很多经验，我不需要知道这个饭的味道。哦，做饭做忘了。你要唱吗？我当然要唱。什么？我看你的脸色，你不喜欢，为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可是这个饭很难吃。我童年的时候我就在美国，我在一家不好中国餐馆叫美梦吃饭。你的饭跟美梦的饭一样。对不起，我不要吃饭。哎呀，我头大，我一点胃口都没有了。我在我跟贝多芬不一样。啊，别着急，老朱，我知道你饭店的菜品尝很好。对不起，我们没有时间。谢谢老朱，我们现在中饭。你好，中国，再见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收到新闻，春天刚死了，他彩排的时候他自刎了，这是很意外的事情。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，他非常成功，他在一出京戏演出了很重要的人物。这出京戏叫《霸王别姬》，他演了霸王的爱妾。他一辈子都演了这个人物，所以他演出演得特别好。我们去街上问一问人民吧。我刚看到段小楼，他是唱的最好朋友。他跟唱的常常在一起，因为他们是同代人。你好，段小楼。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？为什么？这个一定是我的错。我很爱程蝶，可是他不知道。这个悲惨的事情大概是很难过。你怎么知道他自刎了？我们彩排的时候，他猛然自刎了。我扭头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尸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我背叛他吗？可能是我跟周旋结婚吗？我不知道。
别的同代人的反应怎么样？我们都很敬爱，敬海没有不可能出演爱情，因为他是最好的爱情。我回忆往事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在我的人生里面是最重要的人。 我有很多的后悔，我闷闷不乐了。<笑>哇，谢谢张才乐。<笑>上礼拜，我们跟一个代课老师面试，他叫不叫他的学生张慧？这句你们观众，我们帮他叫他的学生。我们厨房闻水前，观众见证。 跟那个能省很多日用品和教室的东西，这是一个更新。水泉学校现在可以启用两个全职老师。我们跟魏明哲说话的时候，他在学校40个学生已经退学十几个了。他怕别的学生要退学，可是我们很高兴地告诉你们。 在水泉还没有学生辍学。我也很高兴地说，张慧是很成功的学生，他的妈妈病治好了，所以他家人没有债。除了张慧以外，魏明哲也很好，他就是3岁，所以他回家上课。在你好中国，我们都很高兴，我们要对你们观众说谢谢。 可是，在农村，很多的学校还有问题。很多学校有辍学先生的，境遇不好。那个学校可很好的老师和日用品，这不是件的事情，因为很多的学生位于山区，道路不通，所以人家不来。这个学生们和村长们。 需要我们帮他们的忙。对，我们开始一个慈善机构，为了帮这个贫困的农村学生。要是你要组织，你可以打来118-1693，可以用信用卡。谢谢观众朋友。下，我们去看一看今天的运动新闻。 好的，现在我们有运动部分。昨天在北京的一个小学校，林英子参加了一个足球比赛，他跑步跑得很快，他比同学们很快，所以英子的足球队比别的足球队好。这个足球比赛的结果是英子的足球队赢了5-0。 因为他们踢足球踢得很好，他们将来会参加国际比赛。昨天还有别的比赛，朱家珍的先生明道参加的一个排球比赛，他是高中学生的排球队的教练。因为他很高，他可能跳得很高。他教学生们的时候教得很好。 这个排球队赛的结果的25-5和25-4，明道的排球队也将来会参加国际比赛。恭喜英子，恭喜明道！现在我们去看 The Morrie Show， 这个节目讨论唱人的爱情问题。 你好，今天我们有两个嘉宾，小辉和他先生建斌，他们的爱情有很多问题。一个月以前，建斌查出他太太跟别的男人老胡发生关系。今天小辉有了，建斌上小辉的婴儿。 是他的，可是老虎也想这个婴儿是他的。谁是这婴儿的爸爸
我们做一个身份关系考试，可是我先要跟小慧面试。小慧，你上你的婴儿是简斌的还是老虎的？简斌和我的关系有很多问题，我们有七年之痒，我看他的时候我不怦然心动，我没劈腿，这个孩子是他的。嗯，简斌，你听过你的太太，你说你觉得这个孩子是你的，要是这个孩子不是你的，你做什么？要是不是我的孩子，我们的感情就完了，我要离婚，我不可以跟一个说谎者一起住。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有别的嘉宾，在幕后是老虎，他紧张的等待。简斌，你不是这个孩子的爸爸。老虎，你是爸爸。Bring them out, bring them out, bring them out, bring them out. It's hard to yell when the bat rails in your mouth. Bring them out. 等等，谢谢观众。我们现在重排，你好中国，再见。那是所有的新闻，谢谢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希望你们享受我们的戏。明天我们跟 Infernal Affairs 三的三个卧底面试，你不要失掉这出戏。我叫麦克兰，可我叫尚等会。再见中国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知道你放点菜平常很。哇，再次了，对不起。小慧。Oh, I don't know how to film that. 水泉学校现在。水泉学校可以上。他怕别的学生要退学，可是我们很高兴地告诉你们，在 What? I just gave the creepiest smile. 我刚见到段小楼，他是长大的男朋友。Yeah, yeah, probably actually.啊，你不要迟到结束时。What does that even mean? Maybe I could just come up, pick it up, and be like, goodbye! Yeah.